应该累积一次爆发全部送他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铜虎、紫龙，然后再开龙科这样，反正有点问题耶。这伤害虫之前就这么养的吗？哦，这天降。哦，紫龙没消息没伤害哦，是这样。哦，紫龙要消心啊。不过我觉得这队会过，可是刚才开错了。项羽一定可以过啊！慧慧怎么可以放弃？没有放弃啊，我们还在试。哦，这对回血是不是有点怪怪的？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很低耶，怎么回事啊？好，直接带走，开个玩笑，哎呦，我要被带走了啦！摩斯拉一定有办法过吧？摩斯拉其实倍率还不错。这个叠珠，他已经完了，好耶！第三关，有人说这边开龙科，哎，怎么看？我觉得是可以啦，好吧，我们这边开龙科吧。手转完之后开龙科。哎哎，叠珠叠珠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好难转，这转的时间怎么了？这转的时间怎么了？王二缺点带走吗？应该可以吧。爆发全开加龙科，应该有点细。哎、欸，咦，哈哈，屌打！哎，怎么没死？奇怪哦，有猫腻，该死了吧，大哥，真的。不要再撑了，不刚好，他消了多少？一亿四而已，哎，慧慧，确定呢？慧慧，这队好养哦，的确挺养的。不过这边就不怕了啦，有慧慧，剑之雕打。慧慧在这一关简直是作弊耶、欸、照你剧本稳过啊，没关系啊，这对我们直接转应该也稳过。有啦有啦，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真伤复制版面，然后慧慧再开关，有戏吧？修？为什么修不能开？修可开吧？
啤酒不能开吗？可以吧？啊干！遮天降，傻小，完美的隔开了哎，好猛！有了吧，有了吧！吃吃我，子龙的升华拳！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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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轰烂！哈哈，这已经是最大爆发了。哎哎，30亿怎么说？聊天室，皇冠稳了吧？照这个方法打就能过啦。怎么说？聊天室。对啊，那个爆发全开还是很痛的。好，再来是这个七康的，哇，七康的有点难呢。哎，怎么转了九康？对不起，这个转珠太厉害，拍谁啦？虐爆哎、欸！哎、欸，靠腰他怎么没死？哎、欸，真的不要这样，这个伤害。好痛苦哦这一关，干伤害怎么都抓痒啦？哦，这里有吗？偏难呢、欸，这里。哎、欸，等时间怎么变多了？嗯。哦，只有三回合哎、欸。啊，死了。好耶！也不难过嘛，只有前三回合比较难过。炸一下好了，欠炸了。红哥晚安，晚安。嘣、嗯！好。能死一个吧？哇！庸子直伤直接喷烂呢。哎，可以这样吗？裁判，他可以先。风化然后再转掉吗？很机车哎、欸，可以啊，这队应该可过。好耶、欸！今天我们就直接，哎、欸，带庸子真的轻松100倍吧，没带庸子好难哦。你没刮掉我就不睡，你说这一队啊？可以啦，快过了。哎，新珠还是新珠对吧？聊天室对不对？我刚才没看错吧？他是不是已经放弃骗你了？已经放弃骗你腐蚀了？怎么上一把新珠是新珠，这一把新珠也是新珠啊？他已经打太多次，他已经放弃骗你了吗？他已经没有要骗人了，佛心公司哎、欸，这队只有转珠比较少是缺点了，其他的还可以。直播几点啊？不知道，我爽为止，可能3点吧 ，maybe。maybe 是3点。小豆，你失眠了，真的假的？大家对付失眠的最好方法是什么？老板提供给我们的小豆。红哥没有输，没有输啊。哦，木珠王和火珠，哎。
叠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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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 combo 打烂你。看下八姐台，有人催眠吗？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这里我们就不要吝啬了，全开吧。修卡好酷卡，就那一套。反正我们现在关在洗技能。那接下来我跟你讲啦，十 combo， 如果说我们这一把庸子开关，我转了个十 combo， 你们可不可以留下你们的赞？可不可以帮我们按个赞？可以吗，聊天室？啊！没有啦，我开玩笑啦。干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啪啪啪啪！为什么？我只是想要赚骗骗大家的赞，为什么不让我骗？为什么不让我骗？我要疯了。哦，转速时间好少，好烦哦！这也是真，你哪来的自信？不然等一下再试一次，等一下我关还有一次试的机会啊！哄哄就是训啦，哭啊！差一点啦，哦，好烦！导战游戏高科技，别！下次的我会更好的，我会回来复仇的。他会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各位。蝶王，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嗯，电网龟好像直接是那个子龙就好了、欸，不用那个，不用庸子哎、欸，对，所以等下就是子龙转石康的挑战，是这样吗？阿红晚上好，晚上好，炎华，现在应该是宵夜好，半夜好。龙哥家看起来特别湿，谢谢你的称赞。好，他要死了，要不然这边来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这边来一下死 combo， 来喽来喽来喽，有没有机会骗到大家手上的赞呢？看看，不要不要，哎，九康。为什么不给我死坑？去你的！好，现在我们那个慧慧可以开一下。啊、哦，快气死了！哦，这本面好哎、欸。应该能死吧？打得死吗？好烂！为什么打不死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应该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。啊！什么叠珠？哇！好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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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哦。慢慢磨其实就死了，我们好像没有必要打那么快。我感觉不会就转个九康也要被骂丑，我的天哪，很难过哎、欸。怎么一直抓痒啊？很难过。哎、欸，这边好像可以开关，用子。不过这一定不能转十康。因为他会转出新出来，没办法死扛。
叠珠叠珠哦，这个天降有机会吗？直接锤烂，谢谢。王冠来了，大家七起来，好吧？先开这个真伤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两回合，所以我们先那个，哎，靠腰好像没差哎，我觉得开龙科伤害比较高哎，哎，其实没差啦，这边我只要转到十康是一样的。哎，不对哦，等一下，还是开个龙科好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开龙科干嘛？会会有帮其他人增伤到吗？还行。一个变身，两个，三个，等一下，好像西欧好像没用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开西欧哎？好，那就这样直接转吧，是吗？哇，这可以十康吗？谢谢，最后终于十康啦！哦，好爽，这应该能过吧？接下来就是有伤害有没有十亿的问题了哎、欸，没有十亿就很难过啊 ，so sad， 各位，龙科分数怎么了？分数不行这样哎、欸，两万九。还有吗？有吧，子龙，子龙会吧？你会打出来的吧，子龙？有了，漂亮。好了，帮你按赞，谢谢各位。终于十康了，最后终于达成这个愿望了。啪啪啪啪啪！哎，四十八亿，简直吊打各位。十七分钟的激战，慧慧终于过了。啊、哦，好高也三点啦，好像差不多要关了。所以 nice。